开启小铃铛，我是铁人一号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Hello， 大家今天来介绍这个甘草牛河。甘草牛河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港式的，港式的料理，叫做甘草牛河。啊，里面它都是有那个，我看它加什么肉。我不知道他是加甘草牛河加什么，这是什么？牛肉啊，牛肉、洋葱、板条必备，板条是必备，板条必备，等个摊叶啊，胡萝卜、洋葱，洋葱。哦，必备豆芽菜，哦，经典都有啊。还有肠啊，哦，肠啊，啊，这是炒什么？应该是炒那个酱油那种。炒那不会太咸的那个酱油。台湾酱油很咸啊，找一种酱油比较偏甜，感觉好 Q 啊，超 Q 啊，你这种泡脚还偏香的，香香的味道，好吃。你看板条弹牙，板条好弹牙。我真的板条没入味，中间啊，你这种感觉差。它感觉炒板条要入味很难，它几乎都不太入味，那边吃进去就已经饱饱起来了。慢火好再炖一下吧，不然怎么吃到板条里面？别你每块板条都有味道。也不错了，炒牛肉肉好多，骨头也，牛肉真的牛肉，比我吃面还要肉才两片小片，肉还有一口。好像80块啊，那这个冻住了啊，冻住的是艺术卖嘛，不然怎么会冻住？很好吃，甘草牛好吃。我把那聊下去就弹，整个弹牙。好 Q 啊，酥酥的。今天肉不错啊，今天弄比较，吃得到牛肉味。饭肉都是什么？那饭到合成的，怎么会吃起来怪怪的？这什么味道就没有肉味啊？
肉就是比较像肉这样，不是像一小块这样子。最好皱褶了，还没有皱褶，那个不知道已经不知道什么肉了，哦。香啊，老板娘刚好，他们两个虽然不能融合哦，然后很奇怪，他吃起来肉又吃起来粗粗嘛，吃起来很 QQ 的，咸香咸香啊，我是你。好饱，好饱。我的板桥饱足感十足，哇呀！厨房干炒牛肉，哦，那 QQ 的味道，然后牛肉酱，我做的牛肉味好香啊！我所以说，再一次再那个，因为好那个板凳好脏啊！噔噔噔噔。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喝一个这个东西，对，喝一个这个，喝茶，喝点茶，太饱了，喝点茶。那个板条可能太干了。吃下去哦，下一份可能吃不下去。哇，这根本就是战斗民族嘛，对不对？食物战斗民族，没有办法，我们用筷子啊，我就给我一只啊，不知道想要什么，给我两只，先给我一只，我再也想到什么哦。打气出来就可以继续吃啊，不用怕啊，不用担心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吃上瘾了，这个鲨鱼肉有没有上瘾？真的，超级傻眼的，吃东西是要上瘾，这是该如何是啊？鸡皮也在那放，所以就开始吃。然后这又贵，这一份130，面一份80。他一直说沙茶，可是他一直是炒酱油啊。对啊，还是一样是酱油膏炒那个鲨鱼肉啊。又他这个又没有沙茶，他只标说沙茶鲨鱼炒，又没有。我这边有什么洋葱，
还有青葱啊，青葱根部，哦姜，哦看不出来的姜，很细，切很细，嗯，萝卜丝，我都要看出来了，青葱啊，我要炒菜，那个贵点，上贵会吧。真的太贵了，今天也是满满满的。好，那刚才看一下，为什么知道这么好出？为什么那么好出？为什么那么好出？为什么？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出？就是这个、啊，对，胶质，对，好出吧？哦，我没有吃东西，没有一定要吃肉，我吃这个也可以啊。我这个姜也可以啊，那个味道就是好吃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去吃，一定要吃鱼鲨鱼啊，我说这个大海的味道，太平洋。我知道观众很多国家啊，有 Japan， 有韩国，有各式各样的国家人在看。对啊，那个播的很值得啊。我们哥哥刚介绍全部吃下去了。入口即化，绵密绵密，粗粗粗的。嫩嫩的，哦，好酥！昨天吃火锅没吃到什么蛋白质啊，你也顺便补一下肉跟胶原蛋白，好赞。好吃的鲨鱼，然后还有香菜啊。其实香菜比较少，哦，香菜，对啊，香菜就香香的，咸猪鸡啊，咸猪鸡专门用的、啊，国外不知道，我们亚洲人在用的，香菜、啊，天胖在用的、啊，这种香菜好像只有我们台湾人在用、啊。都是台湾味，我没看过酒配也没有，韩国也没有，大陆也没有，没有想法好像就是我们台湾的，我们只用假鸡皮，那炸的煎的都可以用，你像，而他这个。这香菜它就是会这种绿色光牛没有可能会生长，对啊，我们看到就不用了，就容易长一种绿色光牛，那青葱很鲜啊，它不滴不滴的声音。老大最喜欢看的这个，我最喜欢看的就这个。
那个弹牙。这鲨鱼肉都粗粗的啊，粗粗的好粗，嗯，你吃多了试试啊，好吃的。鲨鱼小时候常吃啊，可他只给你肉，他没给你那个鲨鱼皮啊，他没有这个胶原哦，他就给你鲨鱼酥肉，你够留给做佛跳墙，做一猪汤啊。海鲜刚好，它这个很赞。台湾人也没几个像我这样，全部吃光光。没有，他们吃完这个肉嘛，饭粒啊、菜渣、鱼啊、肉，各种调的啊，伊无多安尼拣，大碗拢拣底。这就是，唔知这是我厉害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哦，连休三天。努力直播，然后假如爸都努力直播，明星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，一直点我点粉丝我，我是铁人一号啊 ，Nine One，Thank you 大家。